为什么？是新闻全新企划单元开跑喽！今天不定是走上街头寻找爱唱歌的你。台中萧敬腾，从他嘴巴出来的。对。哇！拜托，你敢来勾你哦？这声音可以把妹吧？哎、欸，很强哎！哎呦，可以。我可以帮你啊。哦，好。让你敢唱敢秀，欢迎霸占新麦。没错，街头歌神需要你。